大家听好了，为了祝福王妃和大王大婚，也为了祝福王嗣，大王决定在宫中组织一场活动。你们每个人写一句祝福的话语，附上自己的名字交给我。李氏，我们都是粗人，也没上过学，王妃不会笑话我们吧？无妨，好坏都是心意嘛。 软金散的事情是不是还没有进展？要不要本公主帮你们破个案？王妃的意思是，让本王邀请你一起查案，来给你借口自由活动。哎，说是借口多难听，我那是真查。求求你帮帮我！熊嬷嬷，大王。 本王要奇葩协助我调查软金散一事，如果以后奇葩要因为查案而外出的话，熊嬷嬷就不必跟着了。大王，这……齐长老那边有本王在。是，老奴遵旨。大王，听明。王妃也不赖。 我们今天就开始办案，走去前面那个亭子。